哎呦，好乖呀，二哥。好乖呀，现在我要给二哥上药啊。二宝鸡，这鸡二宝鸡，我感觉好，非常乖巧。二宝鸡，知道上你是个啥？哎，上药呢，上药呢，没错啊。感谢五零二哥的粉送牌。配合一下，帅哥吧。帅哥要是零二，对，是只有他帅哥。我们大哥的，他是平时上药的是张二。感谢白茶哥的粉送牌。感谢木哥的粉送牌。你用那小刷子蘸蘸药，然后往那块上啊。看来是上完了啊，跟二哥说上好了，上好了，小手可以拿走了，小手可以拿走了。二哥说着啥急，着啥急，我都不急，你着啥急啊？把窝头啊还有笋都给二哥放好了。二哥真的是非常的乖啊，完成了这个上药的啊，完成这个上药的步骤啊，很棒。二哥闪光灯，闪光灯，闪光灯。感谢心平气和哥的粉送牌。感谢浣溪沙的粉送牌。感谢优哥的粉送牌。看，我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吗？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播客间啊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萌二萌笑笑。大家喜欢熊猫的各位，记得给阿三点一个宝贵的关注啊！阿三每天都来日播，每天都带大家看萌兰还有北洞的猫猫们啊！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萌兰的二哥萌笑笑萌二。感谢猫头哥的粉送牌。王兰的，王兰现在还没出来，出来会去看啊。王兰现在还没出来会去看。今天那个人不算太多，然后有接力啊，有接力，所以阿三的这个时间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啊，不用说在排队那个位置看太久，阿三在打头啊，我们能多看一些猫猫啊，多看一些可爱的猫猫啊。萌兰一般几点出来啊？9:10左右吧，9:10多一点。现在9点钟，奶爸应该是放加餐的。